春暖相见，我愿留恋爱恨纠缠，几世在从前，往事明言不过一瞬间，星辰在落山巅，心与你月相无人。威胁我，想拿你的命赌我心软？怎么会呢？我哪有那么重要？我只不过是想跟你谈个交易，一命换一命。好啊，那我看看，是我的心硬，还是你的命硬？别欺负其他女孩，恩我还完了。看来还是我的命硬一些。你的命是我救的，是生是死由我决定。雨蝶，雨蝶，石花，雨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又一次伤害无辜？别心急啊，你还没有完全失去价值。那我等着。尸首有了，该怎么办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清欢的事跟你无关，最好离他远点。那太不巧了，我只操心清欢的事，其他的一概不关心。我限你十秒钟之内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否则我一个一个的杀。双方人马都在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今天拼个你死我活。够了，这里是浮生欢，不是你们的战场。客随主便，没办法了。都给我看好了，勾结星火会对抗督军府，这就是下场。督军，雨蝶果然有问题，他是日本商会的奸细。在我身边安插眼线，找死。督军为了于小姐煞费苦心呢，高明。今天谢谢你。只要是你的事，我都会鼎力相助，这不是随口说说。关于姐姐的死，我已经找到一些线索，你能不能？没问题，只要是你的事，我都不会说不。还在为雨蝶的事生气？我说过，没有人是无辜的。我哪敢啊！莫寒哥杀伐果断，但凡我言语有失，没准明天死的人就是我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真心还是假意重要吗？
以后你说什么便是什么，我不重要。杜鹃，好像是车胎爆了，下去看看。是。哎，你怎么停的车呀、啊、你？你怎么停的车呀、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别碰我啊！就挡我的路啊！揍你啊！这人站不上！哎，站开！你们谁让？你胆子不小啊，敢在他眼皮底下行动。往往最危险的方式，才是最安全的。那我也不能比你逊色太多。共度一餐如何？江某还先我一步杀了知情人，但有一个知情人，他绝不敢动。你是说，大帅？对，我需要你在大帅府周围制造动静，掩护我拿到电文资料，然后把大帅府的管家绑起来。我们下午在你们青帮会合。姐夫，尝尝这个。小姐，这是江默寒的陈情报告，自述他亲手杀害了于清秋。你应该知道我想从你嘴里听到什么，我就不多说那些威逼利诱的废话了。尽忠还是要命，你自己选。一、二。我说，当年江默寒还是大帅手下的一名同志。我要你接近这个女人，查清她的身份。查清楚了，她是星火会的骨干成员，这是她往来的情报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事成之后，我升你当督军。你来了，默寒。预设过江默寒就是杀人凶手，可没想到这痛居然还是这么的锥心刺骨。他怀着歹心接近姐姐，骗情害命，我却成为仇人的门徒，在他身边待了五年，甚至还对他姐姐，对不起，不怪你，是踏浪子野心，恶毒至极。我发誓，
定要手刃仇人，如有违背，永坠地狱，受无尽责罚。我会协助你，成为你的利刃。却从缝隙中逃跑。